来啊，红绳梗系好啊，PB袂住好啊。多少钱？公斤。姐啊，一支落十块就好。一只头诶，卖大货啊。阿伯，阿伯，阿你今日来，阿伯，阿啦。阿你衰不？五块一只未？五块啦，小资咧。我老诶，阿弟五块我了本啊，红绳梗系好买啦，阿你皮。一只未五块。五块袂使啦，我了本啊。买啦，买啦。哎呀。来啊，来啊，红绳梗系好啊。来啊，红多一支落子。
袂使，你甲恁爸好好读册啊，听到无？有听到无？欢迎大家来到1992年立德学校父亲节画画比赛颁奖典礼。现在有请校长上台致辞，有请校长。校举办的父亲节绘画比赛是为了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父亲在外面为工作非常辛苦，然后呢我们要懂得去感恩他们，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去做我们的绘画卡片，然后呢送给他们，这让我们的父亲感到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体会到了解到他们。哎，那不是臭臭的阿姨吗？是啊是啊，难怪这里那么臭。对了对了，你们该讲什么？我们在养你。哎，你叫你爸爸来。是又怎样？哎呀，就算你爸爸会来，学校也不会让他进，因为他那么臭。是啊是啊，你再讲多一次。你爸爸很臭，你爸爸很臭，你爸爸很臭。别别别。Bella cosa, giornata sol, aria serena.来，谁的错？谁先打人？他先打我的。阿玲，你为什么打吗？阿玲，我还跟你说话，你听到吗？好，不说是吗？不说，取消你的得奖资格，因为你打人又不认错。你们三个一次，以后不要欺负同学，知道吗？知道吗？再不给力，通通给我出去！爸爸，我不知道他肯不肯给我去。这样啊，那你回去问看哦，然后你明天再跟我讲哦。嗯，好了，可以啊，我明天再告诉你哦。OK， 拜拜。我回来了。回来了啊！到矿里面去扫一下地，听有无？听到吗？有啦。你做什么？我不是讲不可以进我的房间吗？啊？奇怪耶你，我不进去怎么扫地？你扫啦！无大无小。这星期阿美生日，我可以去吗？回家就到了。晚上8点在 KTV。KTV？
袂使，这款唔三唔四的地方，袂使去。现在 KTV 不是那样的，不是不三不四的，现在 KTV 只是唱歌。我讲袂使，就是袂使。老古板。你老古板，我讲袂使就是袂使。哇，阿叔糖诶，东西很多。我还记得，哎，这口味超难找嘞。你看，你想要挖机？你看，哎，你在干嘛？你看，在干嘛？你看，漂亮吗？可以啊，可爱啊。干嘛要买啊？给谁？男朋友啊。哎呀，不是啦。父亲节要到了嘛，我要送给我爸爸。你说他会喜欢吗？我觉得你买的他应该都会喜欢。可是我最近买了很多文具，已经没有钱了。不行啊，我先借你啊。真的吗？你有钱再还我就可以了。好啊，那我就买咯。好，准备。我要这个。你是需要帮忙吗？需要。你等一下哦。好，谢谢。快点嘞，我们要回洛根那边哦。嗯，好啦好啦，快了啦。我骗我妈妈说我在学校补习耶。好啦好啦，可以了。嗯。回家了，人家等厨。你手里拿什么？没有。我不是说了你不可以去参加你朋友的生日 party 了吗？你还买什么礼物？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问清楚再骂人吗？归了都归了，我还要问你啊！啊？你对，你对，你说什么都对。快快快快，史密，走。请问这边有什么奶茶是特别推荐的？奶茶的话，个人推荐是白奶茶，白奶茶是日本玄米茶，然后还会有点淡淡的米香味。可以挑一下吗？好啊，那你给我一杯白奶茶。白奶茶可以，糖度和冰需要调吗？正常的就好。正常的可以，这里喝还是带走？带走。带走好。还有吗？等一下，可以。喂，别啦，我现在在豆点奶茶店呢，你要不要喝奶茶？好，一头鲜奶就一杯。好的，好。谢谢你的白奶茶和一头鲜奶，好了。好，谢谢你。欢迎下次再来。不要叫人啊，这个娘。我男朋友。
哥你好，我叫 Kino。Kino Kino， 你爸唔知是咩 Kino， 是咩 No Plano， 是咩 No， 你爸知是 Kino Plano 呢啊？你叫伊来做啥物？我们要结婚了。交伊？你娶一个我唔大少年家，你讲甲你爸讲来交伊，袂使。为什么不可以？从小到大，你有尊重过我的决定吗？你凭什么？凭什么？凭我是你老爸，凭什么？你都没有尊重过我的看法，你根本不配当一个老爸。你让我们走。走走走，阿邓来，走啊！买，走。恭喜发财呀、啊！万事如意啊！爹，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跟爸爸讲话不好哎。爸爸又怎样？他有把我当女儿吗？怎样讲他也是你爸爸、啊，你这样子讲话就不对啊。还是我们回去？回去干嘛？他都做得那么绝。停车啦！怎么？转回家啦！怎么嘞？我跑一杯忘记拿了。哦 ，OK。我最亲爱的阿爸，阮想要搁叫你一声，像伊早日写的歌，感情放落唱袂煞。今日是我的人生中上惭愧的一天，本来。我是想去参加我的查某囝颁奖典礼，可以真实的。但是我也无遮尔甲伊讲我会去参加。但是当我去到伊的学堂卡门口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查某囝被同学嘲笑，讲伊的老爸是真正真正臭。是啊玲啊玲，阿爸对唔住你，真正对唔住你。阿爸不应该怀疑你去买同学的生日礼物，对唔住啊！我不应该无听你解释的时候就骂你。你可以问清楚再骂人吗？问了都不了，我还要问你啊！你对，你说什么都对。当我知你是背靠我的父亲节的礼物之后，我是真的非常的后悔没你。阿爸只是太关心你，不想你去一块无啥无事的地方。现在 KTV 不是那样的，不是不三不四的，现在 KTV 只是唱歌。我讲袂使，就是袂使。老古板。
希望你会原谅我这个老古板阿爸。阿玲，阿玲，什么事？爹，什么事情？阿玲哥也死人了，现在在医院。怎么办？怎么办？走，我们快走，我们快走，走。点点为着家风雨吹，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无偌多，早顿一碗饭，若出门一双鞋，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啊，来写一张批件，予伊亲爱的老爸。变孤身，阮的冬天花，咱自寒一个，大声讲一句话，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爸，妈，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吗？哎，阿鲁格的门道，努伊努伊努伊，别废了。So， 当然来干嘛呢？不要跟我在当了的，哎！sorry sorry sorry sorry。爸，阿爸，对不起，对不起。爸，你还好吗？阿爸没事情啦。都已经伤成这样了，你还讲没有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哎呀，过去了啦，无代志啦，无代志啦。诶，我来打我朋友叫什么名？哎，你好，我叫 Kino。哦，我跟你讲啊，你若是想娶我的查某，惊做你的某，明仔你叫媒婆来找我，知无？啊，媒婆？媒婆。媒婆。OK， 媒婆。我查某囝，你今日真水啊！林阿玲，啊，你嫁去办内厝去到了，来好好听话，知无？哈、啊，脾气就骂恁爱。阿爸当今也真正老了啦，也无办法照顾恁一世人啊，你知无？哈、啊。
啊，当今呢，你做了奶婆了，你就要好好照顾人家，啊，啊，你家己嘛就要细心淡薄，小心照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啊，你莫看阿爸担心啊，知不？啊，我知道，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对不起，我以前都没有好好对你，一直乱发你脾气。哎呀，我讲查某囝，阿爸妈甲你讲声对唔住。阿爸古早打定做工探女，做工探女，发生什么代志也唔知你烦恼什么，什么代志呢也唔爱甲你参详，就甲你假咯。哎，你知啦，阿爸这一世人是无探到什么女的。那据卡求知呢，是你四个老母留落来的。当今呢，你教完了，阿爸呢就把它送给你，当作你的嫁妆，啊。好啦好啦，阿爸出去看物件之后了。爸，我爱你。好啦，阿爸出去看了，无物件臭打了。真正甜，我就讲啊，我一个查某囝尔，你要好好对待她，知无？知道了吧？妹妹生一个孙托阿婆，知无？辛苦啊！爸，喝茶。哎，真正甜，今日我的查某囝真正水，来，祝你也拜托一下啊！用心体每日快乐过，花谢落土地，缘分天空济，希望后世人搁愿做恁的宝贝。
塞，地球公转了一周，新研又开始报道，将活力推动，幸福能量不停在传说，闪闪发亮，就像那光纤网络，四处一变换了气氛浓浓，家家都热闹哄哄，又再见面就为好朋友，张灯结彩挂上红红灯笼，一切就序号隆重，一家开心团圆乐融融，快乐和幸福布满了每一片天空，随春风变出美丽彩虹，深深的祝福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手牵手起来迎新送旧，快乐新年幸福佳节，一起来分享所有喜悦，深深的祝福传送到人人的心中，心相守幸福就在左右，蓝色地球公转了一周，新年又开始报道，将活力推动，再往前走，幸福能量不停在穿梭，闪闪发亮，这就像那光纤网络，祈求这是阿林，阿林，什么事？什么事情？阿林哥，还记得呢，我现在在医院，怎么办？给我们三千块。阿林，阿林，什么事？什么事情？好了，哥，记得了，现在在医院，怎么办？好诶，我们去注册，快！快！说诶，你看没？说话是吗？不说话会许成年人，知道？因为你打人不能做，你们三个也是，以后不要欺负龙姐，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先不为例。不过我们这干了嘞，哎！我是吗？不说话我是徐向，你要得奖知道？愿意打人不认错。你们三个也是，以后不要欺负同学。你们两个也是，以后不要欺负同学，知道吗？再不为例。Cut. Passi. I get my running. 3, 2, 1, action. 警察机。等一下，等一下。